大家好，我是力哥，欢迎来到频道。今天视频来介绍九月份一些优秀的 Go To 项目更新，开发者测试反重力赛车机制，灵感来源于他小时候喜欢的 PlayStation 1游戏的 Wipeout。 他提到需要不断的调整物理参数，并使用 Blender 来创建更为复杂的赛道，希望 Go To 未来能改进路径系统，以便更好的设计此类游戏。很多开发者的项目经常受到小时候曾经玩过的某款游戏的启发，说不定你的游戏项目也会对其他开发者有影响。一个游戏原型展示，这种效果还是挺常见的，主要特点就是通过冲刺来进行切割。目前的方块应该是临时替代，开发者计划根据这个机制制作一款街机风格的生存游戏。即使选择极简风格的美术，也是独立游戏开发者常用的策略。开发者分享在 Go To 中测试粒子系统的实验，这里展示的包含了10000个程序生成的小行星的场景，场景中的环形结构是用个真实的土星环纹理创建的。此外，他们解释了如何在 Go To 中实现多个网格合并成一个粒子系统的办法，类似星际旅行的体验，应该只有在游戏里面才能感受到吧。这里展示了一艘巨大的太空航母，创作者解释的外部模型的构建方式由多个部分组成，并且使用了纹理图形来优化性能。内部模型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动态加载，因为船上的大部分房间都被墙壁和门挡住，不需要同时渲染。另外，开发者还分享了航母中设计的一些技术细节，例如使用额外的层级来处理实时逻辑，以避免渲染和物理方面的问题。个人理解应该是性能方面的提升和优化。一个恐怖高尔夫游戏的发布，开发者说自己在 HL 上面免费发布了游戏，以幽默的方式描述的游戏的概念，就是玩家在末时依然在玩高尔夫，不知道会不会把人类的命运和高尔夫比赛的结果联系起来。走链的游戏主题也是一个吸引玩家注意力的方法。说到戏谑的方式来展现末世主题，我想到了之前看到的僵尸百分百。开发者重新设计了暂停菜单，为菜单上的每个按钮添加了描述，但切换选项时菜单抖动的比较厉害。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必要给菜单加说明，基本上玩家对游戏菜单选项都是比较熟悉的，这里加提示的收益不大，一般在游戏主界面添加描述和提示的比较多。开发者重新打造自己已经完成的功能，在项目不断优化的过程中，这样的情况也很常见，包括核心的平台机制和动画效果。他还分享了项目中的一些问题，例如云层的设计，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有点眼熟，和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项目是不是很类似，加上了合适的美术，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开发者分享他们根据反馈添加的效果，包括粒子石头、草地上的彩色噪音纹理、更多尺寸变化的草地粒子，以及秋季色调的后处理。可以看到演示中还有一些风暴效果，我很少看到这种画面风格的构图项目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开发者宣布他们的首款游戏即将发布，有人发现开头场景中的拼写错误，刚才去看了一下，游戏已经8月初发布了，一些玩家反馈游戏还是挺幽默的。我自己想起了 S 机里面的以及人类灭亡之后只剩下各种型号的机人，调侃人类是如何把自己捉没的，想想日本极其不负责任把核污水排海，真的不是没有可能。以上就是本月份为大家总结的 Go To 游戏项目展示，如果有你感兴趣的内容，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开发者，我会把账号信息放在简介或者置顶留言里面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有趣的游戏项目，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一键三连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